肖师傅，哇，肖师傅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带来的吐司叫什么名字？草莓焦糖绘图，绘金砖。草莓焦糖绘金砖，没有炸，没有，不炸吗？我用煎的，煎吐司。对，我们只有5分钟哦。我尽我所能。草莓焦糖绘金砖，请看示范。哦，也是条状煎吐司。我们呢，这个边啊都不要取掉。那基本上你需要这个边，对，还蛮好吃的。奶油，这么少的奶油，因为它会黑，我们待会再补。用煎的，这样来得及吗？会，我还要做焦糖。你还要做焦糖？这酒好满哦。哦，你刚刚锅没有预热，会。OK 的。你知道其他师傅都会偷预热的。下次你可以先开火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不算偷就对了。不算啦。詹姆斯刚刚都不知道切了多少草莓了，全部切完，都切完了。嗯，对啊，有些他们做，然后下面端一盘出来，那叫半成品。好啊，那叫不算偷跑。好，我想说，说人家对。假装吃在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的诚信吗？好，来，现在呢，我们透过奶油啊，稍微把它煎一下，就变成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时间已经过1分钟了。好。那我帮你翻就好了啊，不用，谢谢。刷什么脾气？我觉得不好意思让你动手，你这样的奶油好像有蛮集中在某一半的，有一些几个没有。真的吗？对，摸脚虎，你在。哎呦，按摩哟。哦，做对了哈。哎，做对了。谢。哎呦，奶油真的很容易黑。逗逼啊，逗逼啊。行走，他讲海陆空的哦。好，来先把它盛起来。接下来最小火，用火。起司。哎，再一次啊。用起司粘住它们。对，好，来，现在慢慢的变焦糖的。有焦了，焦了，越来越焦了。剩下3分钟，好，来得及吗？有一点担心。好，就这样融了耶。对，要完全融哦。要完全融吗？对，要不然它会结块。邱师傅，这是你第一次做5分钟吗？第二次。啊，可是不是做点心了？对，第一次做点心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加鲜奶。这些的碰拍哦，它待会就变焦糖了。哦，我这边加一点点水的砂糖。哦，对不起，没事。剩下2分钟了，很像成立耶。融掉之后加奶，对，加水，对，加一点点水。那卤水不会分离吗？后来。不会，待会都会还原，会还原。对，快好了。哦，好奇妙，你真快哎！放在一起，像披萨。对啊。对。看来看你要买一张还是买半张的，不是1/4张。葱油饼。对，最后1分钟。师傅，这倒数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是你要哎，你要好像有东西掉了，你要蹲下去捡一下。你下那东西啊，应该没有了。哦，是这样子。焦糖好香哦。哇，这起司完全包覆在上面。哎，融了。哦，再去裹。我刚以为是淋上去。好烫，真的。我也以为是淋。哦，这样的做法特别。成立耶，拔丝吐司的感觉。拔丝，对，拔丝很，每一块都有吸附到焦糖。哎呦，这没办法用手，我都不爱，要小心，我都碰趴。对。
好，马上好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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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好刚好，等一等等等等等，这是演技的，开始碎念，为什么会开始碎念？好奇妙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对对对对对，完全对对对，好，马上好，开始碎念，来不及了，不要再催他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了好了，还有柠檬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哦，等等等等等等。马上好了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很酷哎。好的时候请大声报好，好，哦耶，完成，刚好，刚好超过35秒，辛苦了，好，准备，哦耶，加油加油，就位，好了，只有一个人，我们就从你先开始，你先开始，相信我，我的机会很少，你如果没有喊到，就没有，就没机会了，嗯，对，来准备，好吧。开始，要我喝奶办不到，这次试试茄子三。哎呀，太哦，好可怕！你居然举手了吗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努力啊，努力啊，开始。要我喝奶办不到，这次试试茄子二。没有，好多人第一次得到母子。得到了我的支持，因为他平常喊都是你看，他唯一喊中就是你呢。看到，要我喝奶办不到，这次试试茄子二。啊！啊，他跟你同造就了，是造就了他。真的耶，我跟他同分了，好幸运哦。真的吗？桌球比赛，超强啊！先吃，先吃，先吃，他就赢了。对啊，我连喊的机会都没有。哎呀，连捧场机会都没有。画上去，来煮了个半天，一个人吃啊，哇嘞，都这样的，哇 ，Oh my god， 吓死！只有你一个人吃到秋水粉，你吃啊，慢慢用，要吃哦，好，回去要好好睡哦，被威胁，对啊，危险家，你要好好说，他在抖，他手在抖。再夸张我就打你！你却觉得好欠揍。焦糖，因为加上焦糖跟起司，它那个吐司里面整个吸，就整个吸收那个味道。所以它是咸咸甜甜的。嗯，咸甜甜甜。对啊，因为起司蛮多的，这样才不会腻。哦，它焦糖现在有变硬吗？会像拔丝那样？重的做法比较不会变硬，只是让它吸收而已。如果变硬，它的比例不一样。哦，是啊。对，唐老师，你到底怎样？太好吃了，一下子就吃光了。你今天每一道都吃完嘞？你几天没吃饭？大概一个礼拜。烂平常嘞。那柠檬，而且他的柠檬皮。